我现在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当医生？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如果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真木制药有个基金会，是专门资助罕见疾病及癌症患者。您去的病友会也是他们赞助的吗？这幅画看起来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看起来像什么密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天才医生耀汉，东森戏剧40台。